Hello， 大家好，奇异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上我们随便聊随便打环节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是我们10月6号的早上6:21，大概是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部录影的影片，然后这边录完就要赶快去 Oracle 了哦。那这关的话，我觉得稍微就是也没到那么简单的，我觉得图我可以。图我感觉是可以上，然后要再把一只角色放下来。图我上去之后，我觉得娜拉也要上去。然后娜拉上去的话呢，应该要有一只要下来。嗯，飞脚猫下来好了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图我再上去，这样子，这样就是稍微的这个三人阵。然后目前来说，再加个狙击镜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次这个 round 的5好不好？稍微就比较没那么简单了，我们就。气夸买几的看一下哦，看看究竟有没有机会可以打赢这个竞技场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这边开 Max 也没用，因为本来就是 Max 了。然后这边，哎呦，有哦。我觉得靠狙击镜的话，好像可以帮我们撑住蛮多这个回合的哦。哎呀，主要来说是因为最后会没钱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一直都很有钱，那就没什么事情了。但是我们会没钱，各位，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这小敌人一直在 让我浪费那个谁啊，让我浪费康康的毛欸，我靠，他一定要这样搞我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是先把弄掉，然后往前进，有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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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面王，出去康康的猫，过去扁一下大眼猴猴，有没有机会？有，打死，有喽，然后这边往前进。有啦有啦有啦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因为图偶已经可以先出来了，所以我们是不用太担心，就是那个喷喷老师我们会撑不住哦。目前来说了，哦，完了，完了，大失策，靠背啊，完了，这样就很尴尬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样的话，那个第一只大眼猴就会活着。那活着的话呢，我们就没办法做太多的这个事情。来夺弄一下，除非他把大眼猴烧死，这还有机会。他没烧死，我们就完。好，完了。没烧死，我们就完了。我讲了。那我们这边那几只大只好都还没在啊。哦，有有有有，这边猫炮打死了，应该还是有点小救，好不好？有点小救而已。然后这边就先叫这个盾牌，然后来来来来来，三神来了，三神跟黑凯他们一起出，下降他攻击，好不好？下降他攻击，然后让看我们要能够打多点下一点点，应该是可以。然后后面把那个大眼猴给毙掉。哎呦，所以果然，你知道吗？最猛的还是得要靠他呀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娜拉，好不好？娜拉，哎、欸，娜拉很强，娜拉真的很强，靠娜拉就没问题了。好，这边稍微来一个击退猎物，哟，烧烂各位啊！完了，我忘记我们这边还是在一个没钱的这个地步哦，要小心哦。但是大眼猴挂了，好，那我们这边没关系，就是先来一个土偶。我先走。哎呀，只是6000多块，够不够啊？还有猫炮，希望是够啊。哦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有点难吗？有点难吗？哎，哎，哎，哇！哇哇哇哇哇！这边小心点，我们最后留一个，哇，留个躲弄，靠，完了，留个躲弄给他，击退，然后暂停，没钱啦，靠，老哥，完了，nice， 好险哦，各位，真的好险哦，好险，最后还有一波这个躲弄啊，但是我们也没钱了，所以他们如果小敌人把我轰死，我们就没了，对啊，哎，干，他如果。靠，不会吧！干老哥，哭啊！干没了，干还有这一招哦，傻爆眼，我们没了，哇靠！
欸，你最后其实还是要留几块钱去那个欸，干太难了吧，好扯哦，这个那确实是偏扯。我觉得第一只那个大眼猴没有先那个 有点小不行，靠，傻爆眼了，我的天哪，老哥，搞这招的吗？对吧，搞这招的吗？好，我们前面第一只这个小敌人先用拉面王先轰死好了，先把他轰死之后，然后后面的我们再叫康康五猫出来变，感觉会比较好。OK， nice。啊，我的天哪，太扯了吧，这个难度。这种那个浪费钱大魔王哲平永远都没办法打好的这个难度哎，我的天。好，这边就先交给这个康康五猫他们了。拜托啦，康康五猫，要毙掉这个大眼猴猴呀！如果没先毙掉大眼猴猴，麻烦哎。哦，有小敌人先死。好了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反正康康五猫还在，然后康康五猫慢慢一下一下轰死他。有。哇，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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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希望这一下轰得死。啊，有用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这次顶完美，这次顶完美，这次是完美的，这次是完美的。OK， 欧莱。啊，我的天哪，我想一下哦，把阵线放前面一点点好了，多一个躲漏，多一个击退。有，先烧烂，先制止他，然后先让他等到我们就是那些比较强的角色先出来。然后我们等他就是有娜拉或是有那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们再派我们那个康康五猫他们，应该会比较稳一点点。因为康康五猫他们的话，还是蛮需要这个娜拉的这个降攻的。对，娜拉降攻是一切的这个保险。好，娜拉降攻，这样我们那个角色都可以进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胡萝卜哥哥出来。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出拉面王就好了，我觉得拉面王出一下，然后偶尔出个躲弄吧，好像就比较好了。然后最后就是还要留点小钱，好不好？因为留点欠钱给那个给后面那个击波的这个队伍，这样。哦，有哦，这一波是有的哦，有吗？有吗？啊，完了，好像。靠，好像又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吐我，拜托，吐我冲啊！吐我冲一下！哎呀，这钱不够真的很不好受哎！我的天哪，开个猫炮！送我求你，你快死！送我求你，你快要去死！啊！最后一下躲漏。好，这个九千多块我们一定要留给喷喷死后了。Nice， 好，这边应该就完美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我们这边就是狂往前出，好不好？哇靠！我的天哪！刚刚我们被那个小天杀死，我妈只剩下一点点钱，没钱。哎、欸，没有钱能够做抵抗哎、欸，我的天！哦，这次总算是可以了，没问题啦，各位，看看究竟最后的奖励拿到了什么东西，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期待了，好不好 ？Round 五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个其实没有很简单哎、欸，那是因为哲平这边的这个队伍还算是挺不错的，对啊，不知道大家都是用什么队伍赢的哦。来达成任务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他给我们的奖励是啥的东西，有没有可能再是我们的？我靠！我居然是暗猫眼石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所以它这边代表什么意思嘛？代表暗猫眼石其实是比白金碎片还要重要的、欸，各位。看起来它是要表达这个意思、欸，各位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吗？因为我们暗猫眼石是比我们那个白金碎片还要重要的东西哦、喔。好，那这一次的话，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异次元的这战场啊，终于是给它杀青了，各位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的通过、欸？哎，这个二星其实说真的。
要掌握的这个浅浅的这个就是控制量又再更难一点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顺利成功的，都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你们用了哪些队伍咯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先打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